Katy Perry 假赛恋唱望2012上半年最春情歌。各位观众请注意，上半年度最夯的西洋歌曲诞生了。加拿大26岁歌手卡莉蕊回春单曲《Call Me Maybe》获师兄小贾斯汀和塞琳娜，哎，也就是假赛恋自录 MV 加持。殊不知，他们意外引发了比摩斯拉还大的蝴蝶效应，有名的明星，默默无名的乡民集体中毒，可谓全方位打针。这首如传染病的神曲从加拿大发春啊，不对，跟着发功，经过了重型38抬脚，哎，北美大学生在编舞助攻，愈发不可收拾。这股歪风正夯啊，请自查 YouTube， 后期至少10支校队都在厢型车内跳起 Call Me Maybe， 此举打动脱口秀主持人杰雷诺也跟着煽风点火。 I was stunned that these two people did it. Take a look.附带一提，原版 V 结局是卡莉蕊来电的园丁最后留电话号码给了别人。苹果娱乐新闻，阿斯不会用 APP 哦，不倒。